首先跟大家说一声抱歉，多元宇宙第39集 P2 的预告解析我做得非常稀烂，很多优秀的观众对内容做出了精彩的点评，果然大神永远来自于群众。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内容需要进行更正，这个应该不是阿尔法，但我们说过阿尔法死透了，这个应该是主人的装置之类的，可能阿尔法主人的手下不止阿尔法一个，这个更有可能是和阿尔法身份一样的，比如说贝塔啊、欧米伽的那种，应该不是阿尔法，阿尔法按作者说过不会再回来了，所以可能是比阿尔法还强的人物。这三位优秀观众的论点非常在理，这个三角盒子应该不是阿尔法，我个人觉得它是阿尔法的主人派出的一个装置，可能性更高一些，毕竟阿尔法是一个人形生命体，假如其他的手下是一个装置的话，那么牌面就小了很多。点读笔可能真的是叛徒，其实这个预告已经交代了点读笔是第三方阵营的，那个三角貌似在给点读笔权限，点读笔根本不是被控制吧，只是将意识和反泰坦结合了，点读笔的设定从屠杀村民那里就开始相当明显了，可能点读笔本身就是阿尔法那边的人，不然说什么忠诚什么的，那不很奇怪吗？被控制还说忠诚，这样也能解释他屠杀人类就是为了让联盟和马桶仇恨更深，那一坨小东西跟点读笔说的是展示你的忠诚，所以点读笔是自己早就叛变的可能性极大。经过一个晚上的休息，我的脑筋终于清醒了，早上起来看到这些优秀观众提供的关键信息，我现在敢拍胸脯向大家保证，接下来的解析将解开预告当中的所有秘密，这件事要从点读笔屠杀人类开始。黑羽道姆之前的脚本跟现在的不一样，但是由于很多观众反感点读笔这个角色，为了顺应民意，所以道姆直接将点读笔打成反派。由于在预告当中缺少了一部分点读笔与阿尔法的主人联系的剧情，所以点读笔的突然叛变显得很奇怪。之前在解析点读笔屠杀人类的行为的时候，我就有推测过点读笔是一个 AI 智能程序，由于程序的 bug 让点读笔的最终目的发生了改变，打个比方，点读笔现在的思维就像是灭霸的思维，所以他找到了阿尔法的主人进行合作，这也是为什么他看到三角笔的时候无动于衷，任由三角笔操作将自己的程序转移到了反泰坦身上。同时三角笔是这样对他说的，现在轮到你展示你的忠诚了，就这么几个字却蕴含了大量的信息。首先就是点读笔对自己的实力不满意，因为之前铅笔人的阵营里面出了一个泰坦铅笔姐，点读笔觉得自己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资源提升，想要完成自己的目标必须选择其他的途径提升自己。另外他之前的屠杀行为已经彻底暴露了他的目标，同时还击杀了自己的盟友，事情一旦曝光他一定会接受审判，两个因素结合起来就成为了叛变的理由。只是暂时不知道点读笔和阿尔法的主人是否在最终利益上完全一致，这个事情我们就不太好猜测了。你最后的解析依然是一家之言，小伙伴们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指正。另外道姆又发布了最新的39集 P2 的预告，宣称这一集将会很长很长，并且配了一张泰坦钻头龙的非常非常非常煞的图片，预示着这将是战斗非常激烈的一集，只要道姆不讲故事，那么还是一个好道姆。以上就是本期预告的所有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